OK OK OK， 真的吗？这样有办法有默契吗？好，一二三。啊！一样一样的。谁在讲答案？一二三，完了。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舞美才会这么损？舞美的韩文是英语比较不好。好，我们要来测试一下两位的这个好的默契，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感情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就要一个默契大考验。然后等一下题目都不可以看到。OK OK OK。好，那我跟你们说，如果我们会出十题，然后呢有答对五题以上的话，代表通过测验，你就可以有高达三十分钟的学霸，三十秒的宣传。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个镜头，然后呢，我们就录制一段男友视角的影片给粉丝。出笼的脸怎么了？很难哦。对，很难哦。哦，那你们默契要把握好哦。第一题要写一样的哈，很简单的 ，A Pink 的出道日期。哎，太简单了吧？哎，不。好了吗？对，好。一二三，其实我看不懂，其实我看4月19号。哦，因为我看不懂韩文，所以他是我鼓励啊，但是四月韩文是皮肤耶，哦，2011年，哦啊，恭喜恭喜冰峰，冰峰答对，好，下一页。请问一下，你们两位各自最常使用的手机 App 是什么呢？就是看你们的。够名正男友准确吧？你是吗？出笼看起来没有 get 到。好了吗？对，好，一二三。啊！啊！啊！对啊，其实不不不，对啊，其实不是 YouTube 频道。对耶，我觉得它的提示，如果我是出笼，我也会写这个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啊，提示错误，好吧，那就不好意思啊，拜拜，答错。请问一下，你们最喜欢的迪士尼角色是哪一个呢？迪士尼，这个嘛，姑娘。嗯，来，干嘛干嘛？嗯呢，走喽。想象对方的。OK，真的吗？这样有办法有默契吗？好，一二三。我也超喜欢看的。我也超喜欢看的。那接下来下面一题，请问一下，星期一到星期日最喜欢哪一天呢？起走就不到。OK， 好，来，没关系，一二三。星期五啊，好吧，那就算对吧。下一题，这个我觉得比较难，没办法提示。吃麻辣锅的话，首先会先放什么料？刷刷锅。哎，笔画的时间好像差不多哎。粽子。哦，好厉害哦。OK， 一二三。我的。哎，对对对对对。好，那是你们对。下几分了？四分了。哇哇，好。接下来的好越来越难咯。嗯，上次一起出去吃的东西，好，这个好像比较简单，可恶。把它删。谁在讲答案？好，哎，好了吗？好，一二三，把它删。不录。哈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舞美才会这么损？舞美的韩文是不是比较不好？开玩笑的。好，也算对啦。好，5分了，已经基本了，但是要再确认一题，
才不用被惩罚哈。好，请问一下哈，普美最喜欢吃的韩国食物是什么？안바뀌었어요안바뀌었어요어어어요这样子也可以哦 OK 好那二三不对呀不对不对冰封冰封好厉害哦好那您确定你们不用被惩罚可是我们还想看你们的默契好不好哦对对对好请问秋龙的鞋号多大一二三 ，OK， 哎、欸，真的很厉害耶！普美最常讲的口头禅是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吗？广播日常说，对，你그렇게안긴데？感觉你口头禅蛮长的。啊 ，OK，OK。这是什么才艺？这是什么才艺？听笔画就知道写什么了。OK， 这个完整好。三二三。啊！啊！不对。啊，이거소녀도바꿨는데。回答完了。이두마리제일많이。你手机很常不见，跟你一直很想尿尿吗？네常常할말에서화장실좀자주가는편이고요어是因为紧张吗？아무이유없었는데할말에啊我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才很爽因为那爬很多上面在吃下面一边放送这很好哎我很棒对很棒对因为我是上面在吃都没有出去很羡慕哎真的好棒好棒好嗯好没关系那这个就算不对啦好最后一题初龙化妆的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呢？一二三，哎，哇哇哇！我们可是哎，好厉害呀！好厉害，你们太可怕了！哇，我要疯掉了！哎，而且连你的嘴唇都一样哎，对，只是一个有唇纹，一个没有唇纹而已。哦，好厉害哦！哇。强了，我真的是太尊敬两位了，所以你们一开始根本就不用害怕要处罚、啊。太强了，好吧，那就不好意思啊，因为他们这个用实力来证明他们是不用被处罚的。那其实大家也很期待，就是可以赶快的看到这对最可爱的 CP 组合来台湾，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呢跟台湾的粉丝说一下话？你们快要去见到台湾粉丝了。처음으로이제둘이서같이팬미팅을하게되었는데요나머지멤버들의빈자리가느껴지지않도록열심히준비할테니까기대많이해주셨으면좋겠고저희초음이의케미를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好，一定要的。初美有什么话跟男朋友吗？너무보고싶었는데이런기회가생겨서너무너무기분이좋고요이번에가서도정말좋은추억많이남겨보고싶습니다좀만기다려주세요好我真的不相信你们的默契真的那么好最后如果要选一句话对台湾的粉丝说然后我数到三然后你们一起说要对台湾粉丝说这一句话那